小丑这只鬼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还有个小丑角可以用，控击技能。这只鬼有风窗又有小丑角，就是算很好，很好，技能都很好。然后它刚好又是需要这两个技能的类型的鬼，很棒，都好用。嗯，你们没听到声音吗？我这边听还有欸，很好听。好听，真好听，真好听。为什么你们听没有？我听有欸，你们没听到吗？哇塞，这样给他拆完。完了，这个有点太乱丢了。反倒要是什么初老症状，真的救我命。救我蒙娜姐，救我，好痛。好痛。超痛的欸，我真的是第一次体验到。我终于第一次理解为什么老人不喜欢动，因为他们是真的痛，不是他们不愿意动，是因为真的很痛。小丑这只鬼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它还有个小丑角可以用，控击技能。这只鬼有风窗又有小丑角，这只算很好，很好，技能都很好。然后它刚好又是需要这两个技能的类型的鬼，很棒，都好用。哎，我突然想到哎，莫娜姐，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哎，自从我拿到那个海盗的那个制定之后，还没有开来跟观众玩过哎。突然想到欸，要海盗制定内战了吗？就是那个啊，盗贼之海啊，盗贼之海，我有拿到那个制定权限，就是可以开，可以自己开伺服器，然后里面不会有其他人。然后我们就可以说好，就是大家去哪里拿物资，然后拿完的时候过多久，全部人去哪里打这样。突然想到这件事，哎，可以开个制定场来玩。很久没玩那个游戏了哦，终于。那个游戏那个什么杰克史派罗的那个版本更新 我把那个玩完之后就没有再打开了。哎，我今天酒瓶丢的好准哦，怎么回事？丢超准的。不能打针对啦，你们那个一定是要那个哦，
我不认识的全部都要一起打。Hello， 那是红班花。有人有之前有玩过《盗贼之海》的吗？有人之前有玩过吗？你们有兴趣吗？给我们找个时间来开制定场来玩，看聊天室有没有兴趣。有兴趣的话，我们过几天开个制定场来玩。为什么这个人碰到酒不会尖叫啊？在戴安抚森林吗？南霄鸟，感谢五个月，谢啦。我先跟朋友问一下，他们有没有想玩。我先找朋友，然后我们就看你们也能不能找个朋友什么的，就大家都开四人船，全部人都开四人船这样。那我们来玩四人船的内战。找朋友最难，哎，找找看，难万怎么万？要不然就是不认识的，你们全部挤一艘船，然后用语音沟通也是可以。然后就是大家玩开心的，成了也没差这样。反正制定嘛，你也赚不了经验，你也拿不到什么成就，什么都拿不到，就进去玩这样，大家就进来玩开心的这样。因为我发现我跟你们聊天比较认真抓，在那边乱乱抓的，好像还比较容易赢诶。为什么？过去吗？这边有一只。不知道躲在哪。位置里吧。现在玩鬼还有在建议手撕吗？没有，他们那个手撕最主要都是想要先针对一只，然后消耗人类的数量，不然人类四个人在场上修机的速度太快了。大部分的手撕都是想要快速消减人数，那守不守看个人啊，这个真的是看个人。他自杀了，太坏了吧！队友都冲过去救他了，他还自杀。他如果继续往前走，他好像跑了，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回头了。猎狼，感谢八个月续订，谢狼。那也没办法，是你自己错过机会了。白熊饼干，感谢两个月续订，谢狼。好啦，我是小丑高手，今天就到这，感谢六个月。狠狠的把书丢到旁边，不行啊，好好看啊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书还是得看。狠狠的把它甩到旁边。
噔噔噔，有哎、欸，小丑高手，今天进度一个超级推进哎、欸，解超快的、欸，真的解超快的，超好解的。